哟呼，我女朋友要回来了，我要多准备一些。耶，终于就要到了，我的宝贝要回来了，哟呼！干嘛？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不行事？还是你要跟我分手吗？宝贝，你听我解释啊！这次宋慧杰的东西，我都是用土银 iCash 2.0 联名钛金卡，首刷满额先送咖啡杯，再送泡面碗，消费就有1%回馈无上限，自动加值还可以回馈5%，所以才会这么多啊！我只是把回馈金拿去买你爱吃的东西嘛。是我误会你了，宝贝，我爱你。我只是把回馈金拿去买我爱吃的东西，那都是我的。